天了什么都没有，月亮什么都没有，跟地球一样的。他那石头也像跟咱们地球上的石头一样的。古来人无知，他不知道。那是用那个揣测着、渺茫着、想象的，这样意思。那么前头讲过了，日天子、月天子，它不是在地面上的，不是在地表上的。像这咱是四王天，在这地上吗？就现在咱们讲的乾陀罗王，这八部鬼神座，这四天王天呢，就是跟人类最接近的出天。人说是见到鬼了，见到神了，仅仅现在四王天。再往上斗笠天、那夜魔天根本就没有了，离你太远了就不知道了。咱们说看见地球跟月球，它离这个咱们这个地球、月球跟那日球，它跟那地球还很相近呢。别看它着了很多光年，它相近的。那远的，它的光到不了这个地球上来，你就不知道了。这就是咱们这个思想很渺小的，对这个都不理解了。但是一念间呢，无量劫，无量劫就是一念，这个咱们能理解，都能理解。咱理解什么呢？都是你心呢，实无定体，依法上立。神哪有一定的标准呢？人类给他划分的，人类给他划分的，他没有一定啊。现在我们这是四点半，是晚上四点半，纽约跟我们这差差的，纽约是早晨四点半。往往因为不知道这时间呢，打电话就错了，人正睡觉，他打电话来了。他因为他那儿刚起床，你要坐飞机，那个大飞机场，每个国度的，当首都机场，他对各个地方的现在什么时间，这个地方什么时间，东京什么时间，伦敦什么时间，巴黎什么时间，他都不同的，实无定体，他没有个标准的，你不能定个准确的标准。办不到啊，地球、月球，他们都在做转呢，这样的原因。所以你急着这个时分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佛教，佛释迦牟尼佛是有智慧的。我们说法，一时，哪一时啊？哪个时候说就是哪个时候的一时。现在我们这说是我们这个意识啊，佛说《华严经》就是那个意识啊。怎么解释呢？因缘契合了，说者听者，因缘契合了，发挥成就了。就这个时候，那么入世就指着现在这部经，说这个时候，另一部经那一个时候又是那个时候，听经的大众也不同了。直到这个时分，接波就是时分。这劫有三种，有灭劫、增劫、减劫，三劫。这我们以前讲过很多，这算一劫，一大劫。这只是讲时啊，说是一刹那中百千劫，只有佛的智慧。这百千劫中，平等平等的，等以难乐施穷生。佛有这种力量，能够度众生的方便。但是乾达婆庄严乾达婆王，他也证得了这个，也能入世的。关于这个，带这个世界成就篇，
王景还要讲，他讲的就详细了，在哪个世界上的哪个世界不同，各个世界的十分都不同，十分都不同。我昨天跟大家讲，可以随便把这个时间不要了。今天是旧历的初四，初四不好，不要。我们今天就过初三吧，或者过初五吧。我说这个日子特好，多过几天吧，今天初五，明天还是初五，后天还是初五。他可以增，他自己可以增，可以减。这只是西藏，西藏他们的日子就可以增，不要谁指示。群众他自发，和我们这个村子还过初四呢，那个村子过了初五了，定约会没法定。这实无定体，他没有一个标准的，没有标准的。大致知道一下就行了。这佛力难思议，就是这样子。佛的他这个智慧，方便智慧妙用。他根本字跟厚德字，一个方便字，一个根本字，这是二字。舌受众生的时候，所以佛经都定的一时，印度历史不可考的了。印度的古老传说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那个查那起信论，赵大成起信的，是马明菩萨造的。在同时，马明菩萨造起信论那个同时，有六个马明，究竟是哪一个马明啊？所以这个人名字，他们的重名重姓很多，这没办法，不可考的。有些少数民族，他没有姓，也没的名字，他这个住宅，住宅叫什么名字？那他却以后的他的子孙都是这个住宅的名字，不论男女女的都是一个名字。有个小别号，他没姓氏的。这些个都随缘吧，随哪个地方的缘就是哪个地方的事情。时间刹那记，就咱们讲刹那记接不，这也不一定的了。随什么思想来定，那现在没约会，或者国际间定个条要写日期，那得写上两种。所以为什么世界上开会定个公历呀，就是现在大家通用的，这叫公历。咱们的旧历年那叫私历了，那个旧历，那个旧历只是我们中国用的。我说日子不足怎么办呢？要印月吧，多印一个。现在我们今天就是印二月啊，把那日子往这拉近一点嘛，不言冲突了。我们的是二月，公历是四月，现在我们是三月，相差48天。慢慢补吧。因为什么呢？一个是从太阳来计算的，叫阳历。一个从月亮来计算叫阴历，两个就不同了。看你从哪方面来计算吧。说时无定体呀，它没个标准的时间啊。依什么上历呢？你心想怎么的就怎么着，依心法历。我刚才说那增减，这日子不好，我们不要它，至于它心呢？那日子又怎么不好呢？日子有什么好，有什么不好呢？这就叫迷啊。说今天吉祥，
这么婚丧嫁娶啊，哪是出殡了，哪是盖房子了，嗯，这是咱们中国的事儿。看阴阳啊，看紫微斗数啊，看看方向对不对啊，能延续几年，延续好多年呢、啊。嗯，不但看阳宅，阳宅是活着的人，死了那个时候都要埋的了，不是火葬了，埋着看阴宅。如果大家到了温州去看吧，温州地区，嗯，死人跟活人争啊，三圣对，把那个他那个修那个也修得非常的很好的，像那个台湾买坟地呀、啊，买阴宅，跟买阳宅的价钱差不多，几百万买这块土地，完了在那修修，有什么用啊？如果你到这个乾隆皇的西太后他们那个墓地，离北京很近呢、啊，嗯，十三陵嘛，你看看他埋那个葬坟那个气势，谁看着不用看风水，那个气派啊，入河呀，不是现在就把他骨头到那儿展览吗？谁都可以参观吗？那风水早都没有了。我们佛教讲多积福，福德就能运于你自己还运你子孙，不是阴灾能解决问题的了，就是你有福没福啊，你享受得了不？这种事儿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打官司干什么太多了，阴阳灾，这叫迷信呐、啊，知道吗？他这个信的呀，不是有智慧的，这叫迷。所以，佛的利用不可思议，佛度生的三方便善巧不可思议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佛经加个佛在什么地点，都是谁证的？在证明的哪些人听？啊，因缘会合了，就是一时，一时佛在某处某处，都是一时。啊，我们修行、拜忏、念经，一心，一时一心，这才是佛的真正的教导。那些个说是哪个时间好，哪个时间不好，什么妄见、虚妄的，佛能把一劫。最长的时间变成最短的时间，就一刹那，也能把这最短的时间变成最长的时间，展现为无量劫，也能把最小的一微尘变成最大的一法界，一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一微尘里头，这叫佛力不思议。只有佛力能有这样的力量。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。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兴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、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。
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